心动的感觉来得太快，真情告白惨烈收场。万圣节的那天晚上，我们就在夜店跳来跳去啊，该跳的都跳，他也开始跟我接吻，还自己主动哦。隔天我就传个讯息给他，我说我喜欢你，想跟你在一起。哪有？他回我一句 ，I just want to be friends。所以你是，所以你是他的工具人。今天晚上9点，东森超市33频道 ，Hello， 你有事吗？